一个人接菩萨道庄，从美丽的现象来到凡响，每一颗心都慈悲善良，用圣洁的佛光点燃心光，为了众生上方轻轻地宣讲，为了大道传十方舍身去开光，每一个人有极大力量，每一颗心有无限展望，感动众生生命多芬芳，传承大道千秋万世发光。借菩萨道庄，从美丽的现象来到凡响，每一颗心都慈悲善良，用圣洁的佛光点燃心光，为了众生上方轻轻地宣讲，为了大道传十方舍身去开光，每一个人有极大力量，每一颗心有无限展望，感动众生生命多芬芳，传承大道千秋万世发光。现象来到凡响，每一颗心都慈悲善良，用圣洁的佛光点燃心光，为了众生上方轻轻地宣讲，为了大道传十方舍身去开光，每一个人有极大力量，每一颗心有无限展望，感动众生生命多芬芳，成大道千秋万世发光，每一个人皆菩萨道庄，从美丽的现象来到凡响，每一颗心都慈悲善良，用圣洁的佛光点燃心光，为了众生上方轻轻地宣讲，为了大道传十方舍身去开光，每一个人有极大力量，每一颗心有无限展望，感动众生生命多芬芳，传承大道千秋万世发光。